宝宝尿布没勤换，当心染上致死性疾病。11个月大的小男生拉肚子，保姆哈有的时候忙没有办法马上换尿布，尿布枕都很难好，甚至有的时候大便哈粘在屁股上，一拨开还有一个伤口在上面。哎呦，这个孩子很奇特。坏死性筋膜炎，几乎来讲就是非死即伤。啊，天哪！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